机关枪的子弹啊和那个投大炸弹的那个弹片啊就在我们的钢盔上嘣嘣嘣就这么响。其中有一次比较大的战役叫青川江战役，打了7天7夜，我们一个团牺牲了100多烈士，烈士们牺牲哪有棺木啊，就是就地给他们擦擦血迹，搞搞干净，装入一个白布的长的人形的长口袋，奠定了我一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因为我特别明白，战友们牺牲，什么都没留下，是为了保家卫国，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的幸存。所以，我们作为后继者，我们今后干什么都是应该的。谁承认我们呀？你一个北师大办什么电影节呀？电影学院还没办电影节呢，找钱那个艰难就甭提了，学校的经费一律用于教学，不可以办电影节，那么你就得找各种方面，终于找来了150,000办了第一届。2015年就在新加坡直接讲到了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响计划，讲了将近90个字吧，还举了3部作品的例子，点了3部作品，这个是我没想到的。